讲，就是那个菌菇拌奶水啊、哦。嗯。那我们懒的时候是要稍微这样稍微沉下去吧？这个手势是立掌，还是直接这样？对，立掌。立掌。这个是把刀，这是立手，不是捋手啊、哦。电视机用不上，他当然啊，他低了，我当然可以捋他。圆的上，这个是摆，这个是来，是把刀。往前还是前？往前啊。往前。但是我讲前讲了，你这个叙事一定要把它分清，一定要显求中定。我说这样的呢，你这回来是吧？你人家攻击你，你要回来的呀，你要保护这个当啊。人家攻击你啊，你就吃就进步必先缩身。你听到你们书上都有吧，你要想进步必须三种婚，那就是、啊、要养成一个主化的习惯。这个塑身，这个一名问题大了，也可以叫你蓄静还气，这个很重要的、啊、你到这里啊，一来就是气体预备了，一落实的时候呢定了，哎，这个时候你看呢，要把中心移过来，吸取到这个时候搬来垂，这个是要气沉丹田的，就是环境、血势、换气，都在这个一收的时候，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什么作用啊。哎，往往我们打少林拳、打心拳，那一身都是我进攻，哪里会回来的？太久不一样，就是养成主活的习惯。你攻来让你嘛，其实不是让你哦，等你来，往下到那儿等。等你突然往里面来，抓网，鱼啊，抓鱼啊，对呀、啊，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，他不拖你去应聘的了，没有的了，他总是来你送掉了，送到他了，送掉就是我的了，马上就要打他了，所以周就是打，话就是打，所以这一点我们务必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个百年推。